Hello， 各位小伙伴，大家好，我是大熊。这里装着一款很厉害的装置，它可以模拟龙吸水，还有一个就是龙卷风的那种造型。看一下，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啊？哎，这里看到是一个火箭的造型啊，这里还装了鱼，感觉像一瓶红酒一样，包的特别的好。哦哦哦，有一个插电的，哇，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一个东西，像个火箭筒。是这样的，还有是白色的泡泡，你看它是白色的泡沫，小泡沫纸。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它到底有多牛逼吧。现在需要电池三节，拿着我们祖传的电池啊，装上去。哇，马上就亮了，我现在已经开机了，感觉一个小马达已经转了，而且它发着不同颜色的光，一下红一下绿一下黄的。好快啊，马上就形成了这个龙卷风。有点东西啊，像一个毛毛虫。从底下观察的话，就是它从细慢慢的变长，就变粗了，这上面很粗啊。稍微给它保持一下不平衡，然后这个东西就开始慌了啊。它是一个摆件啊，非常有科技感。而且呢，如果在晚上的话，它各种颜色的光弄起来应该是更加的酷炫啊。我们给它关灯试试看情况。像一颗海草，海草，海草，海草。随波飘摇，海草上形成了，哇，形成了一颗海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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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随波飘摇，海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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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浪花里舞蹈，海草，海草，海草。哎，我就在想啊，如果把它倒起来，它是怎么样子的？就这，完全疯了。等一下，再等一下，它已经形成不了这个龙吸水的那种感觉了，龙卷风的感觉已经没有了。我们看一下它时间长点会不会形成呢？它这里胡乱的操作，胡乱的旋转，好像形成不了了，重新来一次啊。大家可能没有看清楚啊，它慢慢形成的时候感觉特别好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慢慢要形成了，慢慢要聚集起来了。哎，聚集起来了，来，一下子就拉成一条线了啊，这感觉还是挺酷的哦。我用手看一下能不能让它同样的旋转起来，龙吸水起来。哦，也可以啊。嘿，我这30年手速没有白练啊。啊 ，OK，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这个摆件啊。其实我们看到的中间的那些泡沫啊，才是给我们这种龙吸水那种感觉的东西啊。而且这个灯光不断的变化，我感觉放在家里做个摆件，非常有科技感啊。那么大家觉得这108块钱的龙吸水这个摆件值不值？可以底下评论告诉我哦。那视频就到这里啊，喜欢视频记得评论、点赞、关注我，拜拜。